花生多飯食，我哋梗係最積極，識聽一定聽 HKPeanut.com， 我係長毛。力撑本地足球，放眼世界球坛，九十分钟绝无冷场，唔系进攻足球，亦唔系防守足球，我哋系花生足球。喂，大家好，大家好，星期四晚嘅花生足球又嚟啦，有个上次 missing 嘅人出嚟先，系我啊，你系边个啫 ？UX 啊，仲有一个 missing 咗成年嘅人，系一年十个月啦 ，Jamie，hello， 解期间限定几耐？讲明先。一个月啊，一个月即系啱啱一个月啦，三至四集啦，真系一个月之后我就飞啦，系啦，飞去另外一个角度啦，另外一个角度，呢个神秘嘅角度，他乡的故事，系啦，中国人 Jimmy 喺他乡嘅生活，喺撒拉热窝寻找朱丽叶同埋捉比卡超嗰阵时，突然间，那个地方系冇得玩噶。因为那个地方是锁了 GPS 嘛，所以那个嗱呢个牵涉噶，你谂到我去咩地方，咩地方？而家呢个 moment 冇得玩，未来都冇得玩，系啦。暂时啫，都唔难谂啊。应该唔会，因为危险啊。国家法例讲明要锁 GPS， 因为会好危险。可以玩《山海经》嘅，系咪？《山海经》都唔得，《山海经》都 GPS 噶，不过用大陆嗰个 GPS 啫嘛。哦，嗱嗱，其实基本上咧，邻近啲地方都好危险嘅，咁应该为咗去保障国家咧。用乜嘢啊金仔一齐玩嗰时发觉，哦嗰度又唔到嘢，收唔捉唔到嘅，原来嗰度就导弹基地。咁又唔系嘅，金仔喺北韩都有一千同一时间一千个人上 battlefield 嘅 server 啊嘛，之前有一排。anyway 啦，呢个就咁劲 off topic 啦 ，off topic 啦。哦，呢个介绍埋最后一位主持先，我哋阿主持，阿主持，阿主持，系，咚，主持你好。讲嘢啦！你好，你边个啊？喂，楚玲啊！唔系楚巴咩？楚巴啊 ，Chopper，Chopper， 朱家巴，朱卡巴个 man。anyway， 点好啦？咁啊，今日全新阵容咯，好少咁嘅，第一次今晚上场咁噶啦。系啊，系啦，冇佐敦。佢诶，等佢开咗季先有嘢讲嘅啫。系啊，古基同埋阿 Penny 两位又卷近。系咁啊？点好啦？嗱，喂，先讲翻啦。既然有个巴字，我哋由个巴字开始。巴，咁边个阿巴最强？而家最贵？梗系普巴，扑格巴。据闻普巴好贵。扑街巴，扑格巴。咁唔系据闻嘅，而家都大家出晒新闻啦。咁啊，新闻就有两样嘢嘅。第一就话要去边度啊？彩玲姐姐，普巴话去边度啊？着红柴咁去边度啫？曼联。应该是翻曼联，系啦，都叫外回家嘅。好似我冇讲错啦，唔系曼城啊。唔使再提自己嘅错误俾人听嘅大佬，人哋唔记得咗九年嘅嘢噶啦。不断 remind 系冇意思啊，系重复又重复。可以话俾人知我有知错能改噶。系啦，事莫大焉啦。好啦，咁啊，普巴叫做外回家第900集之中嘅一个角色啦吓。系。咁但系问题好啦，到而家，但系曼联嘅大门仲未为佢而开。摩佬都冇乜表示过任何嘢喎。摩佬应该都对呢啲嘅麻烦有冇咩兴趣嘅。我大佬之前整咗件巴洛克你都驚㗎啦见到啲係咪係啦。即係个巴字都几麻烦㗎而家都。除咗一个女最鍾意嘅巴囉。係囉。伊巴贤。嗰个囉。嗰个字係伊明叫巴。呢个女巴。情如父子呀、啊、两位。其实咪嘻嘻呀、啊。唔系，阿伊巴谦莫维好似有个，应该有个好靓嘅老婆噶，唔系咩？段背山都有嗰个都有老婆啦、啊。喂，有时啲嘢，哎，翻正题先，翻正题先啦。嗱，伊巴翻咗去啦，即系喺曼联啦。咁普巴去到，咁当然普巴喺中场嗰个能力，大家都见喺欧国杯有目共睹咯，嗬。正啦，即系你嗰啲几霸气啊！嗰啲零传送啦，个头一唔跌，一唔整官整怪就死亡游戏啦，吓、啊、借到借无伦啦，跟住好啦。在法国队里面就做过什么呢例如输了十有什么人啦、例如就比一些。在场里面做教练啦。同埋比一些很短的短传啦十码以内的短传啦。是啊。即是我比他门口比我那么成功拆数据啦。是啦、啊。好叻的拿住个波由成输都好呢他就会咦那个波在哪里在普巴度做咩得啦食支烟先啦点解呀他起码猜四个字出来的。但是啊我这些。辩护师啊嘛，一定平衡翻。我哋系咁衰，平衡翻两边先。但系有冇有人谂过呢个问题？就系普巴喺欧国杯
踢的时候个位置是不是他最舒服的位置呢、啊、他应该不是踢防中的。他是应该推到去一个是进攻中场的位置。总之是在早期踢的位置。在前锋后面啦、啊、前锋后面的第一个人、啊。其实应该 是正中场来的，应该照计来说应该叫做是吗，即是至少而家只要褪踢上一格或者褪上两格。是啦。摆上个头都冇咩呢，摆上前锋都得啊。但是我觉得普巴最大暂时有几个最大的问题呢，你在踢摩洛嗰队嘢入面呢，佢最大的问题是乜嘢呢，是心理质素。而唔系佢踢嘅位置，因为佢太难去被驯服啦，同埋佢成日啲脾气暴走乱咁少人。咁伊巴谦莫域呢，喂唔系佢暴走完。佢会自己搞翻掂自己吧。嗱，伊巴希莫维系带住成班人一齐去冲啊嘛，而佢又屌鸠人哋行得慢过去啊嘛。但系你仲慢过我。唔系啊嘛，普巴系踢得唔系好好，已经唔系去到伊巴嗰班，你仲要咁四围少屌鸠人。问题伊巴嗰班咧就好难讲，即系你去到就，我成日讲我对伊巴反而保留嘅，点解咧？伊巴因为始终个年纪大，喺英超挨到佢圣诞嗰阵时咧，会变咗乜嘢咧？就好难讲嘅。系，虽然佢冇欧联冇成，今年好舒服，但系。问题以咁密集嘅赛程里面，而对于个老人家差唔多，因为佢挂帅噶啦，因为马迪尔都系帮下佢嗰啲，系咁后边得人帮下佢嘅啫。嗯，咁你唔通靠朗嚟咩？当然啦，仲有成个月嘅转会窗啊，仲有成个月八月先完啊，八月三十一，咁唔使担心啊。佢要唞嘅时候，阿拉舒福特顶住。咁啊，咁你扯前面啊，好啦。另外一铺翻翻嚟，而阿摩鲁，你嘅 friend 啊，曾经你嘅 friend。我而家都系噶，我而家都系，我从来都系认为我系支持摩连奴。我由摩连奴赢喺波图赢欧冠开欧联开始，支持到佢而家，就算去咗曼联，我真系咁讲，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好嘅教练咯。有即系佢教黄大仙，你支持噶啦。系 ，OK， 冇问题。系咁啊，同一时间我中意车路士嘅，即系冇冲突嘅。第一件事我系觉得冇冲突。系，即系云尼亚，你嗰阵时开始已经中意车路士。唔系车路士，我都系要去到真系，因为跟佢开始睇，开睇你波，咁就同一时间双线啦，开始。哦，明白。好啦，咁你知佢都唔系好中意摆个中间中场出嚟噶啦。其实车路士咁呢，即系车路士又好，皇马嗰阵时又好。嘅踢法，兩代車路士啊，即係佢出入入嗰兩次車路士同埋皇馬踢法，佢都唔係好需要中間有人嘅，佢踢嚟踢去都係玩兩隻翼，同埋佢中間嗰人最緊要 box to box 前後，係啦，好似拿住馬迪啊，即係馬迪啊，或者以前嘅艾辛啊，你話跑咗曬波啦，中間喺皇馬時期嘅沙比亞朗素 啊，或者一開始嗰啲迪亞拉嗰班，都係踢一個工兵型嘅角色嘅啫嘛，佢唔需要有，佢要嗰啲兩隻翼係要做一個創造型嘅，我自己霸又得，自己走邊又得，拉翻中間，你推翻一開又得，係啦，要佢哋做佢哋呢個創造性多啲嘅，中間就真係屏障嚟嘅啫，就頂住對方唔好俾人哋。即係永遠都係嗰句啦，係六個人防守，四人進攻啦，係啦，嗰只打法啦嚇。咁、所以你擺普巴，你落到去曼聯，隨時同法國隊啊同一命運，都係後邊。你够大只啊！你够活力啊！但系如果要买普巴做呢样嘢嘅时候，曼联已经有嗰啲人啦，系啊，已经冇大量啊，系啊，舒韵斯加斯内达连啊，系咯，斯内达连啊，斯内达连啊，亨利拉上埋都仲得，仲得，嗰啲全部都系咁样嘅时候，佢冇呢个位置俾佢，根本冇噶。除非佢转性改变咯，但系摩连你要摩连转性难过变性，摩连系一个咩人？大家心知肚明啊！你宁愿你阉咗会变性快啲，系吓转性冇可能噶啦，呢个就系咁你去点样？你买翻嚟，同埋价钱唔平，成唔知几亿啊？一亿磅咁，依家可以做啲咩嘢啊？取起高铁起唔到，一亿磅可以做咩咧？起唔到高铁啊？起咗咩啊？你觉得阿彩玲一亿俾你有咩用？系啦，不如系一亿俾你有咩用？一亿买晒 Pokemon 翻嚟。即系你有够，你有十亿港纸啊！你又系啊，磅啊！你可以买咗成间 Pokemon 嘅公司，跟住开个室，全部你喐晒。但系民建联就一定会起好多好多嘅单车场，买啲种俾大家食咯。哇！仲要种，乱死人、啊。应该买得晒俾全香港所有人食个得添啊！即系每人有两只都应该够，系一亿十亿。仲要买嗰啲咩最贵最贵嗰啲唔知咩种，姚柱咩种？唔系如果。半岛酒店出种嘅话，应该买嗰只啊！吓，咁嘥咗佢啊！俾我好简单啫嘛，跟住留翻屋企，加下买个赌啦，黐线你都嗱，但系基本上咧，机场都可以做到啦。喺英国，我之前
去一个去送人机啊嘛，咁之后佢有机场，一个中小型机场啦 ，London Luton 个机场，劳顿个机场嗰度，佢有块牌写住，佢块写，我同我朋友影咗幅相，佢牌写住就系写住话，而家呢个维修，而家呢个机场做紧嘅维修系需要£1亿。不过劳顿我最记得都系对波啫，而家去到边度啊？而家应该跌到落去深渊嗰啲位噶啦，非联赛嘅跟住，唔系应该就唔系嘅。以前叫格仔咯，而家唔知改咗乜嘢赞助商咯。但以前我哋咪叫格仔，应该系格仔嗰啲国家联赛咯。我估去到嗰个位，因为嗰两，因为嗰时劳顿咧有人讲个股啊，好啊，系第一队英甲球队用人造草噶嘛，啊哈，系啊，好出名噶。咁所以£1亿系咪真系抵咧？而且同埋你嗰一，你买翻嚟唔啱用，唔系。淨係俾個球員轉會費喎，而家嗰個轉會嘅障礙係因為個經理人想抽一嚿好大嘅傭。我依個嚿傭令到竟然大咗。阿普巴經理人好似出曬名係好古惑嘅喎，不嬲啦。嗰個人我記得，我唔記得叫咩名，但係我記得人。有邊個球員而家經理人唔古惑？唔古惑咧，做唔到經理人啦。文迪斯係表表姐啦，呢個係咯，文迪斯啊嘛，係咪依家？普巴個經理人我可睇睇嘅，你哋。不過點翻轉？不过唔系经理人古惑正常嘅，系嘛？好古惑走大啦，帮佢争，唔系帮自己啫。帮佢之余，帮自己争更加多。你应该咁讲。我知道你对经理三个字咧好敏感噶啦。点解啊？经理人唔系经手人。哦，系，唔好咁敏感。冇事。普巴个经理人叫做点啊？睇下先，睇下先，睇下先。继续啦，咪讲啦。Mino 啊 ，Mino。Raiola， 哇，简直啲 Raiola 咩人 ？Raiola 算啦 ，OK 啦，嗰扎啦，咪嗰啲咯，咪嗰啲食水深深嗰啲啦，有卢卡古啦，旗下有马退迪啦，米希达恩啦，哇，伊巴谦莫都系佢嘅，咁得啦，边个马退迪啊？边个 ？Matuidi， 哦，马退迪，咁啊，基本上嗱。呢样嘢会唔会系一个 package 买埋顺手呢、這个啦，买埋俾你啦？其实系咪成 pack 噶？你见到嗱，米希特又买咗啦，伊巴希莫又买咗啦，争、普巴啫。喂，唔系、如果照摩佬嗰个盘算，我觉得佢应该买马杜迪、比较啱用啲、不过点都好，而家咁情况就系、表现好啲添，系起码好啲，安乐啲添，买落去咯，冇咁贵。To boss 得嚟，仲可以飙上前入波啊嘛，佢最劲一样嘢嘛。好啦，所以去到尾。曼联系未做呢条水鱼呢，虽然我反曼都唔可以话水鱼机要做，系咪先？我觉得我撑阿仙奴，我都唔赞成佢买普巴水鱼咗嘛，系真系好样衰啊嘛，买如果买佢嘅话，即系你话你系真系咁打包嘅，三个夹埋有折扣嘅，系啊，而家系散卖，真系散件，散卖仲要买贵啲，即系我要一个例汤，要一个常餐，加一杯嘢饮，系散卖，我唔系一个餐咁买，而家系仲要贵过贵乜咁，而家嗱。调翻转，人哋就好大安主义，调翻转，好啦，咁而家暂时仲系祖云达斯球员嘅普巴咧，咁祖云达斯嘅动作噶咯，好贵啊，又买到。彩玲，请解释，请解释呢个系咩动作？做紧乜嘢咧？究竟祖云达斯做紧乜嘢啊？你唔好挂住死咗嘅精灵喺度喊啦，死者已逝啊，铲咗佢唔好玩啦，都系蝙蝠啫，足足几百只俾你啦，乜嘢啊？好高噶，讲啦，嗱，咁而家嗱。咁人哋未卖件货出去，喎咁但已经做咗咩嘢啦？呢个祖云达斯对波做咩啊？做咩啊？哎呀，真系好嘢答，咪后你答咁啊，买一送一啊！头先咪后做到买一个普巴，点解对住买一个普巴送埋一个黄之锋出去咁样？哦，系咪咁啊？即系点啊？嗰个突然间唔记得咗，即系点啊？点样讲？5, 4, 3, 2, 1, D， 我哋讲翻去。系啊，就系、是、用咗，即系叫预知啊！我唔预，我唔用预知，直头唔系预知啊！基本上，总之就斥重资啊，买咗希古恩啦。好啦，希古恩老实讲 ，OK 嘅，不过价钱都唔系平，需唔需要咁贵咧？嗱，话晒暂时全球第三啊！虽然佢系细三嚟噶，而家佢系啊，不过咁劲啊，普巴个人第四噶啦。Oh, OK， 好啦，即系买个全球第三啊，咁贵嘅翻嚟吓，咁究竟好啦，咁祖云达斯讲真，乱石头冇咗莫拉达，我要人啦，啱啱呢个啱系咪先？系啊，射手啊嘛，佢射得几好啊，上季波36球，咁好啦，你买希冠翻嚟，最大镬就系你抌落去，你个价钱亦系高嘅，因为人哋知你冇啊嘛，系啊，知你冇，同埋奇货可居咯，仲有就系、是。
你个胆大咗，因为你叫普巴系值钱嘅嘢。嗯，吓打个杯之前话成个亿噶啦，已经系要之前咯，依家唔知啊。唔系而家都有人，佢曼联都好似肯出个亿嘅。吓，佢嗰班傻，嗰个傻啊嘛，系嘛？系啊。好啦，咁当然人哋话喂，大佬一个换一个钱嘅问题啫。问题就系、是，如果我哋头先分析咗十几分钟嘅嘢，就系曼联发觉谂下，摩鲁翻去谂下谂下，咦，好笨夺系啊？不如我未签过嗬，我哋险签啦，不如今次啊。得唔得？呢个真系啊！我报个价八千万算要要啦，唔要罢就。祖云大师个冤大头啊！呢、這个唔系，即系好老实讲，人哋而家未俾钱我报价一亿唔得，我系俾七千万嘅啫，得唔得？冇问题噶，系嘛？七千万帮你卖唔卖啊？唔卖就算，系咪？咁得翻皇马啫喎，咁样到时唔系点啊？到时候嗰个估计就系、是，当你用咗。咁大个千万希古恩啦，系咪够赚钱？即系啱唔啱用呢、這个，我已经后一步再讲啦，系咪先？但系 at least 你而家咁嘅情况嚟，你同埋希古恩年纪唔系细啦，廿九啦，签四年约即系33啦，养佢老噶咯，两老噶咯可以。老妇人啊，老妇人有咩叫老妇人啦？唔养老点得咧？佢又佢唔系 old lady， 系 age house age club 系啊，正如当年嘅 AC 米兰咁。咁唔同 AC 米兰成队都唔怕嘅。几老都冇事嘅，谂下有阵买埋实验室啊嘛，当年系咯，同埋最紧要就系、是、你谂下当年 AC 米兰个个老得嚟，起码老二嚟坚啊嘛，老二希古恩，你点睇咧？希古恩嗱74 million 啦，即系7,400,000 pounds，系啦，买一个咁嘅球员，佢话球员本身 OK 嘅，球员本身冇问题，呢个价冇问题嘅，球员本身系唔系？我觉得呢个价系。高咗少少，过高嘅。你谂下，其实你过你五年前谂有乜嘢球员真系值到呢个价？咪就系美斯、斯朗，美斯、斯朗呢啲球员。但系啲身价不断堆高上去。系啦，嗰个叫 inflation 啦，呢个就，但系嗰个唔合理 inflation 啦。呢个系一个好唔合理 inflation。你话 OK， 你每日买嘢咁啊？如果用呢个价钱买 inflation 套落你日常生活嗰度啊？分分钟你买部手机都要飞翻去过万嘅年代，但我哋经济系冇咁好嘅，经济系冇咁好去翻嗰个年代嘅。Suppose 即系简单嚟讲，系有就唔好话净系中超喺而家呢个咁嘅足球环境入面，系有一嚿好大嘅泡沫咯。唔系呢个泡沫讲好多年噶啦，即系始终喺边一个时间引发一齐爆破嘅啫。而家系因为我唔即系问题，人哋又睇住你，祖云律师，喂，你都冇前锋噶啦。我真系揿住抢喎呢下，真系你要唔要啊？呢、這个我卖得嘅，啊系卖得呢、這个，咁佢可以点做咧？冇得拣嘅，去到尾又系相对冇得拣。咁但系喺呢个冇得拣之后，你再将普巴如果放唔出，咁成队波嗰个就重担啦。讲真，意大利经济大家都知欧猪四国嚟噶啦，嗯，系咪咩欧猪四国知唔知啊？知啊，吓。五个定四个啊？四啊，成五个都得，佢下面加多个 S 啫嘛。系咯，加唔加 spring 落去啦吓？上 double S 算系啦。系咯，咁问题就系、是，咁喺咁情况之下，意大利本身一路嗰个联赛，仲有讲多句啊，意大利联赛其实讲真，而家去卖浮嗰个价钱咧，系低得好紧要。即系金飞色都冇，都冇。你睇下今年香港嗰个转嗰、那个 TV 转播、电视转播卖咗去 BN Sport， 但好似系香港系而家冇得睇噶嘛。BN Sport 去到今日仲有得睇，不过去到8月1日咧就冇得睇噶啦嘛。就冇得睇啦。即系紧嚟讲，即系无线电收费台以及睇咯，好大可能。不过唔会嘅，通常咧，你而家知咧总会有人会去播以及嘅，因为都有机会。嗯 ，BN Sport 嗱，一个咁大嘅机构，佢嚟香港掠角点落咗喺 TVB 度 ，TVB 而家唔怪佢啫，系咪先？可能落市咯，或者你 cable 都冇咩播 ，cable 而家真系播咁 Feel TV 咧，系咯，都得噶，冇所谓噶。横掂嗰个夜晚场，你哋香港时间凌晨三点几，点横掂佢都系播 Drive in Hong Kong 去睇噶啦，正常即系唔使咩添啊，同 BN Sport 倾逐场买。夜晚有啲嘢播下，不知几好，分分钟谷个收视。有五六点都可以买广告，执下广告几好噶。有得谂啊呢个。嗱，即系呢个反而唔担心，但系当然我而家讲紧全球性嗰个所谓嘅英超太高啦，唔好讲啦。西甲已经一定系英超意甲德甲噶，系啦，英超西甲德甲噶。但去到意大利根本而家基本上你买嚟做咩啊？即系同埋意大利中超联都买到。都卖到俾 Sky， 你唔好讲我。我个同你讲啊，调翻转头喺微博已经爆出嚟就系佢系俾浴金嘅自己，
买广告时间嘅，明唔明啊？即系呢个系广告时间嚟噶。O K O K， 即系我俾翻钱你去播咁滞噶。O K， 吓，当然佢咪演得好多系面对面先，系有好多嘢系 transfer 翻系利益。Okay.跟住话你帮我播啊，我俾啲咩你啊，我再俾咩广告你，我再卖几多个时段俾你啊，我再卖你几多块广告版啊，够啦，系嘛？呢一度已经系一个同 Skyboard 已经系有一个好好嘅一个协议啦，唔使惊嘅，中国人做嘢唔会蚀嘅，不过蠢嘅啫，系咪？冇错冇错，即系讲真，你俾人睇到之后 ，what the 系咪先？唔会睇啦，即系你匿埋埋埋，净睇恒大对半对咧，我都唔会唔觉唔觉眼嘅，人哋系。如果我喺嗰度，我都唔会睇啦。你日日咁样，而家好似我有乐视，我每个礼拜都睇完中超。系啊，乐视啊。睇完我之后，我都系睇翻港超好啲啊。所以真系，不过意大利嘅叫助力，我会应该呢留唔到普巴系正常嘅，系啦。同埋呢五年、十年，至少五年入面都可能要啲时间去。其实已经踢好咗啦，你见到祖云大师喺欧联四强，四强见啦，系啦，啲欧联嘅成绩都睇得唔错。但系其咗几队咩？国米 AC 唔得，咁 AC 米兰同埋国际米兰而家有金主嘅时候，唔紧要咧，有中国资金嘅就冇事啦。买啲咩谂住？多方场唔使佢，哇！佢基本上佢谂好多嘢，攞钱有大把噶啦。系啦，咁佢、我会期望见到又系变翻做四强鼎立嘅欧洲年代咯。不过应该翻唔到七姊妹年代。冇噶啦，冇，因为根本而家个球市冇可能做到呢样嘢，根本系嗰个市场上系唔可以用，即系你冇咁多咁好嘅球员。第一，第二，最惨啲好嘅球员基本上集中喺同一队，个位置都重叠噶。系啦。因为踢而家战术嘅问题啊嘛，呢、這个战术嘅改变令到，由以前可以咁样，到而家，只会喺某啲地方出到好强嘅球员，而所有好强嘅球员又会被某啲球会买晒啦。当然系皇马啊、巴塞啊、呢、這个叫做拜慕尼黑啊、祖云达斯都可以掹车边执两件翻嚟玩下。但系你叫 AC 米兰同国际米兰、拿波里呢啲球队，罗马咁样可以做翻咁样呢？五年十年真系好好彩，突然之间有啲好大嘅转变，或者可以。喂，如果唔得就即系讲拉数一队咁佢哋咁本土嘅球队啦。系啊，第一日买贵票，个球场坐四万人，你买几张贵票？第一日13定6张，几张？好啲，30张。30张啊？喂，贵票、啊，你对球会忠诚态度，拉数开贵票，第一日买30套，以前第一日系买过20000套嘅。啲激进球迷都会买啦，至少系嘛？得翻30激进球迷咁低，即系话好激进喎、啊！真系，其实证明咗样嘢就系拉数，佢有啲政策令到啲激进球迷好不满啫。咁但系其实个拉数，当然呢队球队系一个好有佢自己特色嘅球队啦。系啊。咁但系问题呢一班人系 group 到一班咁嘅中心客噶嘛？而家点解佢哋会离弃呢队波？唔系话净系政策，系成个气氛围噶。喂，我做乜要买啫？基本上系咪？同埋都系嗰句啦，本身国家嗰个经济不景咧，我都冇钱买，大佬抌抌一抌成差唔多接近8000几蚊港纸。系啊，咁但系好贵啊！你都唔会，你就算几忠心于球队，即系你都要生活嘅，好唔好程度上，咁你都要生活咗先。咁啊系，咁所以点都好啦，普巴走，离开意甲系一定局。系啦，去唔去到曼联？是另一个结局，但是都差不多。但留在早期的就是莫索。有任何一队球队会可以肯出这个价呢？剩下哪几队？连皇马、斯丹那些人都已经说、哎、我不玩这个游戏了。斯丹要减磅，你要买走哪个啦？所以好像看来看去争一得一队会玩得起这个游戏的。不是，会跟你玩就玩得起，我会跟你玩的只是。咁但係对于中立球迷又好，或者非曼迷又好，或者点样都好，都係一段好几好睇嘅 drama 嚟嘅，呢段一个好。但对于曼联球迷嚟讲，我如果假设我係 Roger 上升嘅。哇 ,Roger 佢真係。我不如真係有得都唔。真係、真係用呢个周润发嗰幅图，不如一枪打死我。你买返嚟真係妖。好，返嚟讲顶嘅嘢。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啊 ！HKP 呢个团好特别，我系逍遥员。